回来了，怎么看着心情不好啊？没什么，失恋了。怎么又失恋了？一点都不专一。别人有要我，我绝对专一。行了，别往心里去啊！你这个年纪，谁不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啊？我感觉自己像只老鼠，一直躲在洞里边，好不容易有机会露头吧。气儿还没倒顺呢，一锤又过来砸进去了。而且遇到都是一些骨灰级的人。人生不如意啊，十之八九，你只比别人多一二。你有什么坏消息直说吧，反正也不差你这一锤。今天传来消息啊，制片方非要把你那个激情戏给删了，说是不符合整部戏的青春励志整体基调，还涉嫌三俗。反正是不让往正片里剪。这老板是阳痿了还是他老婆出轨了？看不了激情受不了刺激是吧？这也太不尊重我们工作了吧。你别激动，这年头老板有几个不是傻逼的？但傻逼给咱发钱你能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老娘我不演了。冷静啊，你要走你早走啊。你说你这都忍这么多天了，你现在走，再说过两天就杀青了。杀青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反正也没我的戏。你傻呀，忍完这两天他该给你多少钱一分钱都不能少你的。你要是现在跑了，他正好有理由少给你这一份，制片方玩你，他也是讲究成本的。我就是要告诉他们，别以为给别人发钱就怎么着了，不是所有演员都吃这一套的。行了吧，演员就是靠吃这一套活着的。那小李飞刀不也得给新闻大妈打戏不是？反正我就不愿意躺着赚钱。躺着挣钱怎么了？谁不躺着挣钱？你站着花钱不就得了吗？再说你也没受委屈，骂着傻逼还把傻逼的钱挣了。你就是个老阿 Q。 哎呀，我这好心好意啊来劝你，你这不领情还损我，给你当大哥呀真他妈亏。我不也是心情不好吗？这世道这么险恶，你还有时间心情不好？我看你啊还不够惨。呸呸呸，别咒我。还挺迷信。就这两天了，咬咬牙挺过去，然后请我吃饭。想得美。行了，我走了啊。收到你的短信吓了我一跳，确认了半天才敢肯定是你。吓一跳是怕你老婆看见吧？她很信任我的，从来都不查我的手机。女人在你的面前都显得愚蠢。你错了，这才叫聪明。水至清则无鱼，男人本来就不是什么纯洁之物，明白了这一点，女人才能活得轻松一点。你只当书商太可惜了，你应该写本书教男人如何将女人玩弄于股掌中，一定会跟成功学一样在机场车站热卖。我还真的准备出本书，不过是小说，就写一个出版商和文艺女青年的故事。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写。言归正传吧，是不是我答应你的要求你就不会让我这批小说出版，而且会把版权还给我？我们以这样的口吻去商量感情真是太不浪漫了。不过话既然说到这儿了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可以重新出版你的书，毕竟我也希望从我手里出去的是好东西，而且我还会努力的帮你把书稿完成得更好，让你成为金牌作家，成为出版社的招牌。当然了，我也就更舍不得放你走了。但实话实说，如果真到了这一步，你要想离开，也是轻而易举。
合同这东西防君子不防小人，只能约束现在的你。我明白。就怕到那个时候你反而不想脱离我们了，毕竟我们更了解你，也更适合你。也许你还是不喜欢我，但是工作是工作，人情是人情，那时候的你也应该更成熟了。我就是因为已经了解了，所以今天才会找你来，这跟我对你的感觉完全无关。一只鸟被抓住放在笼子里，时间久了也会对猎人有感情，也许我们到时候谁也离不开谁，也不一定。我们走着瞧吧。虽然我对你还有所期待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妨碍你和别人交往。我想满足占有欲，但也能克制控制欲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？几天没见，你稍微变粗鲁了。今天晚上吧，我请你吃饭。15天以后，所有你不满意的版本都会不存在。跟现在的你交往，倒比以前痛快。我还有点事情要忙，我先走了。晚上我来接你。把这个带上，我喜欢。又是你，这回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不一定啊，这得看你反应。难道你带来的是薛定谔的猫？谁？这个玩笑对你来说太深奥了，我的错。这跟猫没关系。我本来昨天想找冰鸟谈谈的，后来想了想，还是算了。觉得用处不大吧？也不是，你说的对。你不欠他的，我也不欠。那你来找我干什么？因为咱们俩有点东西没结清。我不记得咱们俩之间有什么亏欠。当然有啊。打车费啊，欠你的。看你这架势，我也从你那儿拿了什么没还。我之前跟你说怕看见北鸟被你玩了，其实我说谎。你俩的事儿从头到尾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还把自己整得跟妇联主任一样啊，假装关心，扯这些屁话，什么哎呦北鸟是真心的，你别伤了他。我靠，我二玩儿。你来就是为了忏悔自己太鸡婆了吗？我为什么关心这件事儿？我不是替北鸟打抱不平，我俩没那么铁啊，我也不是可惜他的才华，其实我他妈希望他跟我一样飘着，哎，至少等我先出名了再说吧。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，之所以关心，是因为这件事儿从一开始就跟我有关系。哪一点跟你有关系？你呀，第一次见面你就想和我上床，这我知道。可你非要把它引申成为爱情的话，就太滑稽了。别误会，我从来就没想过要什么爱情，因为我知道这玩意儿一旦沾上，它特容易成为你的一部分。等你想扯开的时候，就既痛苦又傻逼。所以人们总是麻痹自己，说什么爱一个人要永远，说什么山无棱才敢跟你分开，这些屁话，特傻。人不可能一直只爱一个人。除非没办法。对啊，所以我对哪个姑娘有感觉我就跟她上床，再喜欢的妞都一样。因为我觉得睡过之后吧，我就不会再对她有依赖了。唉，人们都说爱来自心，可我觉得它压根儿就来自胆。只有两颗容量的爱很有限，可也很安全。既然我们已经有过一次，那你的爱早该释放完了。我也以为啊，我也以为咱们之后就，我就不会对你有什么感觉，也不会有什么兴趣。没招，哥们儿失算了，有一些没意识到的东西跳出来了。
哎，算了，我简单点说吧，我喜欢上你了，这就是你欠我的东西。没那么严重，反正你的心和爱也没有什么关系。那是我不知道，原来蛋是心的一部分。这是我听过的最无耻的情话了。把这个拿去服装间修一下，这鞋跟好像有点问题，让他赶紧给我整好。这是你助理的工作，我是来剧组拍戏的。海鸥，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小气了？你不是说等你红了还让我给你当助理呢吗？怎么今天这么点小事儿就这么不情愿啊？我才不像某人那么小心眼儿。对了，你那场强暴的戏我觉得太低俗了，所以建议制片人删掉了。虽然有点可惜，但是为了片子你还是能理解的吧。不过你也别生气，这正片放不了，你可以放网上啊。像你这种演员靠这种做宣传，说不定能引起点注意呢，你说呢？快去吧，我等着穿呢啊。我知道你喜欢北鸟，北鸟也喜欢你，可是他永远没办法接受你的生活方式。我无所谓，我不管。我不管你以什么方式生活。而且我觉得我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啊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给你机会？你又不是那种能被我迷住的女人。如果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我们两个怎么可能，是吧？女人的性不是都带点感情在里面吗？你还挺认真的。你知道吗？咱们两个一夜情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喜欢上北鸟了，差不多和现在一样喜欢。那又怎么样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还要跟你上床吗？我越是爱上一个人，就越要提醒自己不能退让。爱情给予女人满足感，可也会产生假象，以为幸福就是互相拥有。可我不能被任何人拥有，因为我想要的太多。我要爱情，但不能付出其他一切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怎样才能抵挡被人拥有的幸福的诱惑？我的办法就是找回自己的欲望。有欲望的人永远都和任何人是一样的。你是说因为你喜欢北鸟，所以你才选择跟我上床？我就是你快睡着的时候抽自己那嘴巴是吗？那干嘛选我呀？当然是因为你足够帅气，也足够刺激。还有一点符合我的要求，就是我绝不可能爱上你。这是我听过最残忍的表扬。有姜水吗？借我用用。墙里招吗？普通的就行了。就在桌子上。啊，谢谢。Thank you.
咱们俩之间没有爱情，肉体关系有过一次就够了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北鸟运气好啊，碰到你了。行，我回头劝劝他，把画展办起来，别辜负你一番心意啊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把酒吧转手了。为什么？我总是在嘲笑北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画画，也不懂得该从生活里得到什么。可我现在发现，其实我也一样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甚至不确定自己到底存不存在。所以我得离开这儿，去看看我到底是谁。你要离开北京？对，这个城市和我的生活一样，看起来很精彩，却总是在不断的制造失落。我们总是在用错的方式去寻找对的东西，找到了也就失败了。喂，我梦魇。我操，他现在在哪儿？什么情况？别跟我说他也不玩了啊！你他妈冷静点儿，人还没死呢。那你们这一个个的哭丧着脸干嘛呀？海鸥还在昏迷，医生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，也许很快，也许……我操！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能干点什么？怎么办？弄钱！剧组给的那点钱，两天就花完了。我钱有吗？钱爱爱给的，说不够再拿。你们还有这种朋友？行，至少海鸥能少受罪。我剧组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老天爷也欺负好人。到最后，我们还是得靠别人帮忙，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。自己没办法，当然要靠别人帮忙了。你想亲手拯救地球，你又不是超人，那怎么办？眼睁睁看着地球变二踢脚吗？你什么时候去找钱爱爱的？他怎么没来呢？他马上要走了，所以来不了。他去哪？无所谓，反正他说他想给他自己这个故事画上一个句号。我去找他，本来是想告诉他我喜欢他，但是他跟我说，就算跟我上过床，也不代表什么。他不想向任何一个男人屈服，不管是我，还是他爱的。你喜欢钱爱爱，啊，太好了，整个波西米亚公社都被他攻陷。是不是觉得我特龌龊？我是干过不少操蛋事儿，傍富婆，对不起朋友。但不是我变坏了，是我本来就是这个草性，我也是刚刚才发现。那些只是你的选择，除了你自己，没有人被伤害，所以你不用自暴自弃。我当然没有自暴自弃了，我在夸自己，因为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。我知道，就算我再操蛋，我也有必须要去干的事儿，而且远比保护那些可怜的自尊心要强得多，要重要的多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轻轻一碰，自尊心就会流血的大 boy。钱爱爱让我问你，你到底为什么画画？得了，废话说的够多了。我六点以前还要去跟音乐公司签约，完事儿我就搬走。海鸥醒了，告诉我一声。我等会也有点事儿，晚上可能也不会回来了。有什么事情，再给我打电话吧。丹丹，你确定这一切都是我们想要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但
但我宁可抽一百次，也不要错过一次。我不想要哪天跟你一样，突然的放弃自己，或者是像海鸥一样，突然的被生活给放弃。曾经我以为我很讨厌钱爱爱，一开始我以为是因为你，但后来我发现，是因为钱爱爱总显得太强大。但这都不是，其实我不是讨厌钱爱爱，我是讨厌我自己。是时候丢下这些借口了，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苏，我应该怎么做？就像一只高傲的猫咪，拒人千里之外，但又充满了诱惑。去你的！操！操！操你妈！操！你想过你自己的生活，还想让我陪你？做梦！说，戴维哥，我错了。我受够你给我装文艺、装女神，你就是个自以为是的贱货。我今天就让你知道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！